害了，懒人竟然有这个新才艺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真的特别，好不好？这个非常的难。有蒙眼弹琴难吗？我觉得比那个稍微简单一点点。哦，对，但是我会挑战这个才艺，是因为就是我那时候，我今年接了两档主持节目。哦。对，然后我的身份是在旁边辅助大哥，结果我发现我记忆力超级不好，所以我这次来挑战就是我要记100只宠物的名字。哦。对，就宠物，然后主人，还有它的品种，对，都要记得 name， 对，它的 name， 然后那等于要记三个，很难记，所以你可以三百，你要把这三个要斗在一起，对，你不能城门楼对到火车头，对对对，那就错误了，啊，那不一样哎，对不对？啊，一百只我们随机乱抽哦。对，你们出来哪一只宠物，那你就要哦，这是谁的狗，然后它是什么，对，品种，然后是谁养的， OK， 对，啊，你不要讲话哦， Bingo， 哦，犬哥，然后人类，人类不是狗的品种，不是我的品种，人的品种，好，马上进入懒懒的大考验，记忆100只宠物，请出题。李佳薇的 OK 蹦小熊，马尔济斯红贵宾，答对。我有嚯。Ella 的布丁柴犬，答对。哦哟，厉害。展荣的 Luna 英国蓝猫，答对。答对。哇。911的阿迪米克斯，答对。哎呦。弟妹的珍珠奶茶米克斯，答对。哇，好强哦。子子的辉哥折耳猫，答对，答对哦，这一次我还见过面，这一次我见过面，好厉害啊！李国毅的威廉米克斯，答对 ，mix， 好紧张，芝芝的嘟嘟米克斯，答对，答对，严正兰的丑哥鸽子，答对，丑哥，丑哥，丑哥，杨丞琳的 Yumi 雪纳瑞，答对，答对，阴森的阿内有哎呦发豆，答对，好厉害哦。哎呦！啊，露西派的婴儿，婴儿对，灰鹦鹉，季晴姐的 Oreo 巨型贵宾，答对。夏雨欣的 Happy 红贵宾，答对。答对。Bingo， 宪哥的 Hello， 不先抢人民你？比我还大咖。宪哥的 Bingo， 好可爱啊。千娜姐的千托米克斯，答对，好厉害，千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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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哦，好像哦，那昆达的老婆柯佳燕 ，Giro 跟 Hana 米克斯，答对，哦，厉害 ，Giro， 831的阿普的宝弟，然后金吉拉，答对。哦，圆圆的米卡金吉拉，答对。哦，演艺阁的 Jasper 布偶猫，答对。哎呦，很强哎，太强了哦。彩华姐的 Polka 柯基，答对。陈林九的橘丸跟妥妥，缅因猫跟挪威森林猫，答对。挪威森林猫是猫类里面最大只的，真的。啊，吴文芳的无忧米克斯，答对。哇，哎，大牛哥的Duffin 萨摩耶，答对。哦 ，Duffin。啊，周定伟的欧拉米克斯，答对。小狮子、狮子兔，答对，好强！最后两题了。鬼鬼吴映洁的嘎嘎腊肠，答对。五熊的雅各，那个梗犬混土狗，梗犬混土狗，所以叫 mix， 对 ，mix。哦，最后一题。哇，连梗犬混土狗都要讲出来。吴欣提的蕾蕾米克斯，答对。这么多只宠物，然后你要讲出主人，
对不对？讲出它的品种可能还好一点，对，因为有机可考。但要讲出主人，你看到这张脸，你怎么会想到是无心提的？对啊，掉掉真的记不起来。又不是说露露，如果化成灰，他都认得无心提。哦，对不对？你养的猫叫做李千托，李千托。我想说，我也是千字辈的，然后就叫千托，然后台语的是千托啊。哦，千托很好记，这种就很好记。真是太有才了，好厉害！但是我们要问的是，这么有才，但是意义在哪里？要干嘛？对，要干嘛？训练头脑的记忆力。哦，是吗？对，这样以后我背就是脚本啊或什么，我就记得起来。哦，哎，说不定。他因此会接到那个什么宠物的节目啊？哦，对耶，对，所以你们要多方面去发展人的记忆力啊。它像一个网幕，网幕就是电脑上面的 format， 就是说我这个东西这么大，我的网子要大一点，网格要大一点，我这样就可以啊。如果东西很小，你要把它 format 变成小一点，这电脑 format 的意义。所以你平常你有没有去用心记忆？就是你网目的大小哦，这个就是 format， 因为记忆这个东西它需要的网目比较小，我就不断在那 format 是这样。哦，了解。有没有很深？太深吗？好想睡觉。只要想睡觉就代表对了，是学问。你看我们在学校多爱睡，恭喜